这或许就是台湾的魔力。胃口开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一吃热炒胃口就开了。哎呀，就是一首歌就能让我们三个中国大陆人这么的兴奋。你要再晚一点，我就被拿走，被拿下来。我不同意。我反对。哪个妹子？我去找她。我们正在和姐还有哥聊优爸的花边新闻，和一个大陆女孩网恋4年，每个月还给她寄20000块钱台币，结果这个女孩 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啦，还要爸爸和妈妈 Yeah 就这家叫老拓。姐和哥说来台湾一定要吃顿热炒，我们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带哥和姐来这家老拓餐厅，绝对让他们吃惊。哇，今天生意这么好。上次我们见过面嘞，记得吗？老板叔叔啊，那是万圣节啊，万圣节啊。今天老拓的生意很好嘞，我来招待就好了。谢谢谢谢谢谢老板。很感恩老拓的老板呢、啊，真的是太热情了。那我们仨坐这边，好，可以。我这边扫这 QR code 会有菜单，要点餐再跟我说，我会帮你们做点餐，好吗？好。进来这里面，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，老热情似火了。我的热情，嘿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啊他的动作也很老派。我的热情，嘿，好像一把火。今天是周末啊，人很多啊。来了奶茶，它是无糖的，所以有附糖包给你的。哦，谢谢。这么有氛围的地方不喝酒真的是过不去。干杯，朋友。啤酒啊，说实在的，日本做的确实不错。没有没有，我带你去啤酒厂。它跟那个不一样。干杯干杯。这是应该是鹅啊，看看这个鹅第一次吃。姐在反省台湾美食强进攻后，它这是全馆的，超符合了，麻超符合了。从昨天晚上吃的那个醉鸡，整个大腿都被你吃了。对呀、啊、那吃了快乐吧，这两个都吃了，我的太吓人了。这个鹅好吃，这个菜老漂亮了啦！我看着上海当了。老板请你吃的薯条，薯条。薯条好好吃。搞得人家女孩子，哎，跟室友老说觉得跟他有戏。站着，我凳是吧？我们正在和姐还有哥聊优爸的花边新闻。来吃个他们的薯条，胃口开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一吃热炒胃口就开了。哎呀，好吃的，终于缓过劲儿了。言辞拒绝，就是因为他说有一个女朋友啊，应该是他吧？对啊，或许是我吗？就你，你要再晚一点，我就被拿走，被拿下来。他约我一起跨年。约了你一个吗？嗯，然后在0点钟声响起的时候，他亲了我的脸颊，不对，是左脸颊，右脸吗？左脸。这个最好吃。三杯米线，他们家三杯好好吃的，好好吃哦。杯子再给你倒一杯吧，老麻烦了。我们边吃边聊恋爱，旁边的服务员小哥哥听到了，讲述了一段他自己的爱情故事，聊了一个他自己的悲情恋情故事，和一个大陆女孩网恋4年，每个月还给他寄20000块钱台币，结果这个女孩把他黑了。我的妈呀，我都想给这小哥哥找个好女孩娶了。你坐里面，你坐里面，你不舒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靠着舒服一点。那小伙子长得很帅啊，我没结婚，我都想跟他处对象，他怎么能被那个女孩这样对待呢？我不同意。我反对。哪个妹子？我去找他，把账要回来。我去。一个月给20000。
啊、哦，一年就是多少钱？4万。四年。96万。除以4.3。换装很开心，但衣服也要拿。啊、哦，哇，对不起。两个都不要了，是不是？我去帮他报仇，把那96万两份赚回来，那每个月都给我4万块钱。过于自信就是自信啊，要算他利息啊。对啊，好久了。这两个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啊？就这么干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我们要报仇啊！太悲情了，今天晚上听这个爱情故事。认真对待感情啊！现在移到了1楼，感恩老板帮我们调了位子。好久没有这么放肆了，可以和朋友一起喝酒、聊天、吃美食。对了，姐有话要说，就是台湾的音乐餐吧，给我感觉氛围很好，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地方，而且吃东西啊什么都很热闹。日本的晚上的这种喝酒的地方，很多都是能抽烟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日本在这方面其实还是不如台湾。感谢我姐发言，就因为这个，我在台湾时间太久了，所以有一些就是这种文化的差异我已经感受不到了。我觉得哎，好像音乐餐厅就应该这样。但今天姐突然说，嘿，这个音乐餐厅的空气很清新，但是它一点烟味都没有，这一点超级超级棒。这个贼好吃。什么东西？三杯米血。哇，在外地工作然后回来的，到这里欢迎回家。这哥哥唱得太好了。他们这些成员，他的形象啊、哦，如果他不拿那个琴，真的很难看得出他是搞音乐的。因为台湾的音乐玩音乐的人，他们不从外形来去包装自己，就是音乐界好学生的感觉。因为我的同学现在有很多也在酒吧当驻唱，就是气质很不一样，就是把琴拿下去，那个刚刚那个大哥有点像是化学老师，但是他拿起琴的时候，他对他那个眼神呐、啊，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，而且很认真，就是那种感觉很让人敬佩。哥哥姐姐也是，哇，他们第一次在台湾看到这样的乐队啊，就是啊，怎么这么棒啊，就给人的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我一个人在这儿喝，已经喝第四杯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要是坐这一晚上，我可以喝10杯。今天过生日的人很多呢。我跟他每个在上来没有送酒了。阿杜，台湾音乐餐厅的氛围真的是太好了，天哪！这歌好酷哦，这歌好好听哦，我的天哪，哎呀妈呀，把我们几个人兴奋的，这歌怎么这么好听呢、啊、就一大长溜儿，祝你活到2356岁。这个来自一定要2356。他歌词嘛，然后就怎么关圣帝君土地公，大家来保佑哦。蟑螂、蚂蚁呀、啊、什么之类的，也都要一起庆祝哦。啊！这或许就是台湾的魔力，就是一首歌就能让我们三个中国大陆人这么的兴奋，就那种文化啊，真的是很吸引人。
行几何课记忆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今夜了吧，氛围这么好，有美食又有朋友，真的是太圆满了。啊，你喝酒嘞？我不上脸，他上脸。意思呢就是我喝酒脸不红，优娃喝酒脸红。总之呢，今夜大家都是微醺的状态，那就是最好最轻松的状态了。好吧，那就请期待我们下期影片，拜拜。记得订阅哟，啾咪。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，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，可以选择悠悠粉、优爱粉或是优福粉。选择好之后呢，点击蓝色加入键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，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，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，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。这时候出现页面，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，直播室等你哦。我是悠妈，我是悠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哦。对。